到一岁了啊，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在7月20号一起来吃蛋糕吹蜡烛。这一次惠都港可是向全北京人发出了邀请，7月20号到7月28号活动超级多，功课我已经给你做完了。7月20号来不仅有巨型蛋糕，还有千种美食免费吃，你们想要的蓝旗金枪鱼开鱼秀有，你们想要的劲爆 DJ 表演也有，当然还有千份礼物会伴随惊喜气球雨从天而降。现在还有黄金700团1000，零售300团500，餐饮65团100的优惠券，来之前可以先点左下角链接看看。来过惠都港就一定知道什么是惠都港，因为实惠是真的多。惠优是眼镜店、庄小惠美妆店、母婴超市、实惠多多市集都是自营的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所以说咱买着更便宜。你们记得来惠都港的直播间，像是喜茶、瑞幸、茶百道、蓝方园等等，通通都是有机会一元喝。一岁的惠都港也在方方面面成长，他们还做了小惠驿站，专门为外卖骑手提供免费休息。你们家里有宠物的啊，也可以取一个共享宠物车一块逛街。所以说今年7月20号一定要来惠都港，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吗？